把它这个角拉上去夹在这个衣服这里，另外一个角再对拉上去夹这角，然后把它就是它自然会垂下来，然后调整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这样蛮简单的，因为它这个尾巴做得很漂亮。是是是，因为它其实就是它的尾巴的花色漂亮，所以你这围巾一围上去就有造型出来。哦，所以你这个地方给它，对，它因为它是双面，是双面，所以就是一条围巾，我们长那条围巾这样披上来，是是是，然后一个角可以照你吗？不用，没关系，不用，这样就好了， okay, 好没关系 ，OK。然后，这边也是用夹起来嘛，在后面，后面这样。时候不用夹，它就是直接把那个角塞在衣服里面就 OK 了。哦，因为你塞在衣服里面，不会用一个夹子去夹呀、啊哦，就是直接塞在领子里面就好了。是是是，哦，实在太厉害了。塞在领子里面、OK ，谢谢谢谢谢谢、不会，这个是。